这又不是嫁人，用得着那么事儿吗？不会搞听不进去？你俩这态度差别也太大了。哇，你这，哎，短了，你看，这样配上去洋气吧？款式不错，颜色浅了，颜色应该更鲜明一点，效果会更好。这还不够艳呢，我都怕走在大街上，大家都只看我了。就要强烈的色彩，才能把街上那些庸脂俗粉比下去，才能成为逛街女王。嗯，逛街女王，鲜艳的。这个怎么样？一个镯子有点少了，饰品再多一点，效果会更好。而且你这个发型不太好，你应该这样扎起来，知道吗？这样人会显得更精神。 你要把之前展示的东西都穿上，肯定会特别漂亮。哎呦，人家就这么点东西了，我今天逛街再把你们说的都买回来啊！谢谢你们给我意见了，回来我给你们带驴肉火烧，两个。我决定今天中午不吃饭了，我要减肥啊。 王宁，张子栋，看见了吗？我的新造型，我要和廖岩共击去了！他这个造型怎么有点眼熟呢？哪吒，对。 你捧我手镯干什么？你捧我干什么？啊！谁让你捧我的？